最近 NFT 在演艺圈成为一种潮流，许多艺人包括周杰伦、余文乐、陈冠希都纷纷投入市场，而热狗也在近日闯进元宇宙世界发行新歌 NFT， 不过写的却是大家向往在虚拟世界致富的社会现象以及逃避现实的心态。歌词超呛辣，写着怎么阿猫阿狗他们都在 NFT， 是为了发财还是真的为了艺术？其中还惊见陈零九的名字，说去看看陈零九都比你得体多，整个real 到吓死大家。MV 底下也有人突破盲点，问是得体还是 dirty， 结果被热狗翻白眼。他还回复粉丝，被我写进歌里的都会爆红。其实将其他艺人写进歌里一直都是热狗的风格，像是蔡依林、林志玲、侯佩岑都曾出现过，而这次选择使用零九的名字，有人就帮还家，可能只是想要押韵，不是刻意 diss 对方，掀起一阵讨论。